那是那的，他的温柔的辣，对、哎、温柔的，温柔的辣，不是很冲。我十七年老饮，带八七年小饮，做一道国宴的配菜，配菜，哎，清口，叫芥末黄瓜墩儿，墩儿起来啊，墩儿，看，把这个黄瓜呢，给它头给它去掉，切，一指高吧，一指高的小墩儿，这就叫墩儿，好嘞。给切成墩儿啊，就是叫，这就叫墩儿啊。小墩儿，一会儿腌上啊。对了，现在就给它三勺盐，先给它腌上。三勺水呗。OK， 好，给它颠一下。这才清口呢、哎呀，解腻。这咱吃大鱼大肉是吧？哎，来点这个。腌一会儿呗，腌一会儿，拿水分，盖上盖，对，好嘞，盖，好嘞。现在呢，处理芥末啊，这个芥末呢，黄芥末，我们叫憋芥末，憋哈，哎，芥末会憋，它才能辣，不会憋呀、啊，它就是没到那种辣味道。这个芥末是用热水搅好了之后，放到凉地方，对，用凉水搅完了之后呢，放到热地方。发酵、哎、我今天呢就是给它里头加了点白糖啊，这白糖之前有讲过，是呀，加白糖是促进发酵。哎，给我拿筷子。好嘞，哎，放薄块，薄块，这是温水啊、嗯、温水，看，哎，先少倒啊，给它搅上，这个多少还是得掌握适量啊。是的，咱这一份菜的呗。对了，爷们儿们，你们在家芥末都怎么吃？黄瓜怎么吃？他俩搭配，你看，你看看怎么吃啊？这是老做法啊，现在没有。马上一会儿他就开始辣，我上面盖着点是吧？哎，一定得盖，不盖不行。嗯、腌了一个小时，你看这个这黄瓜，哎，还有腌出点水来，看。这水给我留着，这。你喝呀？嗯，不喝了。我现在呢，我给他投一下。必须转干，是的。看看你那个芥末吧，是呀。对，看看芥末。翻过来。你看，芥末怎么样？这个味儿从出来。哦，芥末。芥末味儿出来了啊，可以了。加一勺味精，一点点啊。已经发好了。芥末。加一点香油了。这点味儿是真够意思啊。哎呀。来吧，好嘞，提味儿。来，搅一搅。这稠了，这个时候啊。哎，它这发的吸收水分，憋的。哎呀，这家辣眼睛。辣眼睛。上手，马盆。哎。给它这样码上，这菜非常简单，非常爽口啊。蒙汁儿呗。蒙汁儿。哎，谁啊？哎呀，这个颜色有点这个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颜色有点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看看，我看这味儿能不能给我粥跟着。别哭啊！你要哭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它不是芥末那个，不是，它不是辣根那种，那个芥末，辣辣是辣的，它的温柔的辣。对、哎，温柔的，温柔的辣，不是很冲。所以说这个国宴的压桌碟，国宴的配菜，在家里边你们赶紧吃。哎呀，这季节要吃，爽死了。哎，好，这个不像芥末油那么冲啊。对，吃起来特别清口。你要吃，这来一块肘子吃，再来一块这个，一个肯定不够吧？一个肘子不够，吃啥肯定不够了。中午一会儿给我整个肉，咱配这个。行，行不行？行，把那黄烧肉做一个，行不行？好嘞，你就别留着了。那我吃它。
你吃红烧肉。哎，每日燕火记，尽在老野记。